观众朋友们，欢迎下午的2:40收看《九四要赚钱，趋势百分百》，我是晶晶。我们看一下今天哦，2024年的第一个交易日，我们今天不是应该要开红盘吗？有啦，开小涨啦。但是呢，这个 AI 相关概念股还有电子全职股都是走弱的情况之下哦，大盘走低翻黑，下挫超过了百点。就幸好这个尾盘的时候呢，台积电最后一盘的买单超过了3700多张哦，所以这个跌势有收敛。中场是下跌了77点，收在17853。成交量呢来到2949.9亿这样的情况。好，赶快请教我们老师的是哦，之前老师提醒大家喽，在大选前后要特别提防会有个回档的状态。今天这个跌有没有代表什么意思？还是见到端倪了呢？还有一个 AIPC 概念股相关的这个 CES 电子展，不是他说要开始夯起来了吗？什么战火点燃啦，相关的这些重兵要集结啦。但是今天看到了宏基却是大跌的情况，接下来到底该怎么看？赶快请教我们专家，伦元投顾王信杰分析师，欢迎您。今天好，各位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午安。所以老师，我们看到今天这个跌，是不是你之前跟大家提醒到的，在大选前后要小心一个比较大的回档？那这个是开始了吗？我想其实相信在整个过去的一个3天的一个元旦的连假里面，甚至你会发觉许许多的报章媒体杂志，还有很多的一些如果你家里有看一些什么一些有台的一些财经的一个节目里面，大家的每个专家都说什么元旦行情、元月行情仍然可以乐观期待，是不是应该开红盘吗？什么12月份外资又买了这么多，尤其在什么外资什么按耐不住，等到元旦归队，所以在上个礼拜外资就已经开始什么提前进驻大买股票的情况之下，这是什么新台币这个月二月份要升破2字头，整个资金行情遇小不易甚至到今天早上，我相信开盘前很多人就说没问题了，开盘直接来到18000附近，结果呢，大家期待的开盘直接攻18000，全市场期待的元月份的一个对连涨三，准备要连涨3个月的元月份的一个资金行情，那开盘没高点，直接开低震荡走低，而且会发觉全部大部分拉回的都是上个礼拜相对比较热门的股票，包含在整个短线的一个急拉急杀的一个 AI 的相关个股 AI 伺服器，或者你说在 AI 的一个 PC 短期涨多的，我们讲过，就算今年开始真的出了 AI PC 所谓的换机潮，听下以后啊，真的你会马上卖掉你手上的一个电脑去换成 AI PC 吗？我相信会有人，但是这种人毕竟绝对是少数。我想各位都知道，其实做股票很简单，你就想一想你自己，你会因为出了 AIPC 立马把手上你的电脑马上把它卖掉去换，马上买台新的 AIPC 吗？我相信有这种追逐比较电子产品新鲜感的人会有，但是我更相信大多数的人会怎样，当他手上这台电脑用到不能用再说吧，是才有可能去换。对，所以你说整个 AIPC 会成长幅度大，但是你要想说 AIPC 成长幅度大，它原本的一个 PC 呢，一定就是衰退幅度大嘛，因为大家如以后要买都买 AIPC 啊，是那你原本的一个 PC 就没有了，所以整体的你说不管 AIPC 加 PC 所有的一个叫做 NB 的部分，其实就算明年会今年会成长，我想也绝对不会像市场讲的那么夸张。那再来你看到 AIPC 的定价，你看宏基好像定出来的一个价钱最便宜的好像3万块有涨，那被探瓦追，那毛利会很高吗？所以其实比较高的，如果问我 AIPC 的一个品牌厂的 AIPC 跟所谓的一个组装厂，看起来好像 AI 伺服器的一个毛利率还稍微高一点点好，那我想今天大盘指数开低走低，大部分时间都是下跌百余点，尾盘是靠着台积电神来一笔，就是收敛整个跌幅上来。那大选前后需不需要提防一波的涨多的较大回档？我想这一句话我绝对不是今天看到跌才跟你讲这句话，应该在上个礼拜四礼拜五送给你元月份的关键报告那个时候指数还在创去年的一个新高，还在创整个这一波的新高的时候，我就提醒你会不会一波涨多的较大回档。所以当整个今天的开低走低下来，该担心总统大选前台股的涨多回档整理吗？是拉回多买点，还是短线其实高点可能不多了，18000上下这附近，不管18000
你有没有看到可能都要做震荡整理。我想详细的情形我在整个今天送给大家的这份关键报告里面都很详细告诉你。那再来就是 AI 部分，上礼拜伟创不是大涨来到99块多，创了近期的新高。那我记得在上礼拜五的节目我跟你讲，涨你千万不要追，是，甚至你看我们金金他们都不很厉害，急涨先卖，但是急涨你不要追，你如果急涨追的人，你今天急回，你可能就会担心害怕。那你上礼拜五看到外资大买，结果人家今天搞不好就卖出来了。其实有些外资我们讲的，不管是真外资假外资，就有时有些就是一个短线客，法人三大法人筹码参考，但是我相信绝对不是，唯一的。依据进出的一个依据，也绝对不是唯一的名牌。那今天拉回可以吗？下来急跌会不会可以买吗？是你敢买吗？你买顶礼拜五大家都不是不掉，就像我上礼拜我节目中在讲嘛，礼拜五一拉大家都问我可不可以追，我说没有上车怎么办，可不可以追啊？今天跌的大家说还可以买吗？不是跌的就是说还可以买吗？还是要再观望？所以这我为什么常常跟同学讲说，你要拥有的是信息老师的盘中讯息，我给你信息的价值是急涨你想追股票的时候我会挡你，对不对？让你不要去追在短线波段相对高档，你舍不得卖的时候我带你卖在相对高档，但是急回你在担心害怕不敢买的时候，甚至你搞不好上礼拜追的人今天就想卖了，对不对？但是在急回过程当中我就会在低档带你逢低做买进。那包括你看秦美今天其实如果严格讲这是应该是刚好20啊，因为今天盘中还有稍微创了42.45元的一个波段新高，也都是在底部告诉你。那之前送给你的嘉士达也都上来了嘛，好，那美债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对不对？之前连续的急拉打个东宫呀，还可以追吗？还可以买吗？或者很有些人是什么要吗低档没买上来就要追，不然就是说很后悔低档叫做他说早知道会涨，我低档就多买一点，买太少。那但是我相信其实在整个美债操作我都跟你讲，急涨你都不要追，拉回你再找买点，小跌小买，如果万一有大跌你更要用力买啊。现在有没有拉回的？有啊，你不要拉回你又说你不敢买的，你又没兴趣的，急涨的时候有兴趣想追，急涨的时候后悔低档买太少。那现在有拉回的过程当中，怎么掌握美债 ETF 主升段启动前的最后买点？那待会在节目中会告诉你，你最慢最慢什么时候你要一定要买，大概会跟你讲你是要在确定升息买之后买，还是升息前你就要买，当然详细的比较进出的点位我想我在整个这份关键报告里面我都有告诉大家。所以谈到整个大盘加权指数，我想全市场也只有做得到这一点，都是事先给你预告的，不用等到说今天大盘指数大跌我才给你放马后炮。就好像之前十月份嘛，事先给你预告11月份季线扣底翻阳要涨啊，有没有下来跌到十月底这根长黑破底，你看所有软体指标都叫你卖，都叫你建议你放空在这边大家没有人看好吧？对，还有很多人说说什么？还说我可以什么跟着他学习放空，老是跌了一段在低档，大家邀请你跟他学习怎么做空。我在这边告诉你，股市要走末段行情，美债进入长多，这里应该是连线附近就是找买点的。那之后整个11月份，拉上来拉到12月份上来，是那时候我们讲选前要进入震荡整理的。那今天是不是开始选前两个礼拜？93多啊，我说选前一两周，随时就是让你见到短线高点整理。包括选前两周，没有人在那边给你拉股票。我只要没，除非国际上有什么重大利空呐、是。不然我个人看法是，如果是任何的执政党都一样，我只要不要指数跌得太难看就好。就像今天盘中跌100多，我的尾盘给你全指股拉上来撑一下指数就好了。台积电撑住了。对，是。我只选前，我只要不要。指数跌得太难看，那选前是要拼股票还是要拼选票？选票。对呀、啊、选不上什么都没有啊，讲白点真的啊，对呀、啊啊、选举经费涨了这么多，选不上什么都没有嘛、选上什么都是你的了嘛，是，对不对？权力也有，什么 A 钱的机会也都有了，贪污的机会也都有了，是不是这样子？好，当然我没有在职啊，影射谁选闲商一定会 A 钱哦。进入白热化阶段，你看到很多都是这样、啊。那这个就是其实讲的比较
晶晶形容比较贴切啊，今嘛进入最后选举白热化，真的啦，短兵相接、哦，所以现在绝对是拼选票，不是在跟你拼股票。那我就跟你讲嘛，选前要进入震荡整理，好、哦，这个我在半个月前就跟你预告的。所以当今天这一根下来的，你要不要担心选前的涨多回档整理？哦，卖上礼拜追得很开心，大家没办法，你看到今天开盘前九点开盘前、嗯，你去看所有的今天的《工商日报》《经济日报》三天连假的所有财经的节目，大龙跟你讲啥，外资要归队，行情可期，行情启动，对之类的这样子。哦，万八绝对什么？他挑挑战什么什么？做梦资金行情都来的启动。哎，说外资要归队的，还跟你讲说新台币要怎么样？嗯，元月份要见到二字头。有，结果好像没有看出，没有，如除非尾盘今天下午有什么变化，不然今天的新台币好像是先升再短小贬嘛，还好。但是我觉得现在新台币不一定会重贬了，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担心的是我就跟你讲过了嘛，十一、十二月份新台币升这么多，好、哦，很多的外销公司都会有汇损。好、哦，今天你看就有点出来，工具机第四季可能做白工。好，汇损吃掉获利，那这种情形我会讲，会在蛮多的电子股也会有出现。好、嗯哦，当整个未来要公布去年的第四季的财报的话，要稍微小心一下，说电子股可能会有一些财报的不如预期。懂的。好、哦，不如预期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汇损。好，那你说要不要担心涨多的回档？啊，如果有回档，回档这次的撑在那边，你不要老是涨想追啊，回下来支撑到了要反弹的。哦啊、你就又每次回到支撑，你又恐慌害怕停损出场、嗯哦、尤其一些短线客都是这样追高杀低、哦、那你说如果有回档回撤的支撑在哪里，来请看怎样，请看关键报告、啊哦、关键报告很清楚告诉你、哦哦、如果有回档大概先回到哪边、哦嗯、先回到哪边、哦、都很清楚告诉你，甚至也会跟你讲、啊、一月份大概行情会怎么走哦、大概这个月行情会怎么走、嗯、因为你等个选后完之后就紧接着二月初就要过年的，所以蓝图要赶快先画出来了，对，这个都有大概告诉你，在这份关键报告都告诉你、嗯、好，那这个是第一个，你看我们说短线，你看哦，这个就是我说、哦、市场，这就是市场人性，你家谁跟你看好行情，你自己想两个月前谁看好，大家不是在保守观望害怕不敢买吗，大家不是在看空吗，大家不是说哦，我新台币贬不停哦、外资卖不停，台股怎么会有行情？两、嗯、个月之后涨上来的，你看今天以前大家多乐观，那人性嘛，涨两千，涨了两、啊、涨了两个月，涨了将近两千点，大家都乐观的、嗯。当大家乐观，可以拉回整理。可是你试想一想，我都是事先告诉你哦，对不对？你在保守的时候，我告诉你做多，涨到这边就跟你预告了哦，选前。哦，那上礼拜告诉你选前要做震荡的哦，嗯，对，这里会做震荡整理的哦。好、哦，第一个你看短线的部分，这叫人性。好、哦，同样的，你看过去一整年，你看去年谁看好股市过？有啦，最后两个月就看好了。好、哦，十一、十二月涨上来大家就看好，但是我相信去年十月底以前谁看好？大家二零二三都看不好啊，因为二零二二年重挫嘛。对不对？二零二二年重挫，大家都觉得说今年景气，今年不是景气不好吗？你看今年台股的 GDP 也不好啊，嗯，对不对？今年景气不好，很多的公司的获利不是都比，哦，去年的获利都比什么前年还要差、啊，结果呢，人家那时候跟你讲什么预告，痛、哦，二零二二年的时候跟你讲，明年台股将倒吃甘蔗会比较好。我说二零二三年股市会涨，而且低点就在上半年让你看到。上半年就是今、哦、去年二零二三年相对低档、嗯、好，那你看上礼拜五我要跟你讲，等到你看如预期的、哦、可以在一年前跟你预告二零二三年年线一定收红，事后证明我对的。好，那等到去年底二十九号，去年二十九号封关的那一天，台股上礼上个去年二零二三年涨了三千将近三千八八点，大家都看好我的准，嗯，今天先送你短线，先送你黑。当大家都看好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会跟你讲啊、哦，如果以我来看呢、啊，这一根黑棒下来，我就跟你讲，我最看好的是最有把握是，去年二零二三年一定会大涨，嗯、是一定会涨啊、哦。那当你大涨上来，全市场乐观的时候，我在上礼拜我就提醒你喽，二零二四年涨幅会不会相对小？
哦、你买 Kia 18,000、19,000、20,000多来的、哦、我记得两年前的时候2021年涨到18,000的时候，市场不是喊10,000、20,000，甚至喊到22,000吗、嗯哦、那个差大头股都差大头股都什么喊到22,000，结果你没有看到22,000是跌到12,000，哎，来回差几万、啊，今天哦，差好多，真的啊！你去看哦，那个2021年底、2022年初，嗯，哦，差大头股，哦，有没有喊22,000，甚至有的喊、嗯，搞不好有没有人喊到23,000？好、哦，这一根18,000喊22,000，你才会进场去追啊！你许公贵探细情点嘛，结果不是22,000，是隔年跌到12,000。跌差了10,000点，2,200跟12,000差了多少？差了几万？啊，跌到12,000，大家看看，我告诉你，看涨，啊，现在真的涨上来了，全市场又来了，20,000来了，哎，又来了。我跟你讲啊，历史都是这样重复啊，嗯，这叫做看图说故事嘛，涨时看涨，越涨越乐观，对，跌时看空，越跌越悲观嘛，软体指标也是一样啊，对不对？你看软体指标有哪个可以跟你讲说元月要跌？今天跌短期指标一定跟你讲的话做空今天跌短期指标一定跟你 叫你放空，是，对不对？好，2020年的涨幅会相对小，未来这两年年线会不会送你一根黑棒？还、啊、是这两年、啊、到底是2020、2025？卖猜卖猜，对，猜错查清追，对，关键转折看关键报告 OK、哦，都在关键报告里面，这个月送，这次送给关键报告，而且再送你没有几天、哦、你自己把握这个机会，未来这年年年线会不会送你一根黑棒、哦、会不会让你一支红的起来、哦啊、一两年就又一支黑的下去、哦、拉上来、哦、这边黑棒下来红棒之后大长黑、哦、还有这个会大长黑棒 哦我跟你讲，这个连线收黑的这几次哦，有几根大的哦，有没有看到这几根连线大的、嗯嗯嗯，都是在降息的时候，都是在联准会降息的时候，信不信由你，你自己去查。哦，那你说指数的部分跟你讲到这边，个股，我想你看我讲的，很多人整个今年到现在这个年，可能过得不会很好的原因留在那边，赚的指数赔的价差。对，哦，指数来到接近18,000，哦，整个过去一年的新高。结果你如果过去买 AI 的，都套牢，对不对？你看很多的。伟创今天你看收在93.94，93.7，对，对不对？你看广达、技嘉，技嘉我记得我还有提醒你，我那张图是拉掉的。对，技嘉，我真的先这样讲到技嘉，先讲先带过去了哦，28,000，哇，今天跌11块钱嘞、哦。对啊，技嘉、啊，技嘉，技嘉啊。今天对，我们待我就不多讲了。哦、那个时候那一天的技嘉，哦，嗯，我还有地嘉带你做的好几趟，你都知道。对。哦，这个技嘉哈赚蛮多的，对。我还跟你讲哦，半年线下完了、嗯，你看前几天上礼拜就刚好来到半年线，今天一根黑，一个整个月涨的全部吐回去。好，十二月买的，你只要有赚不跑，全部套牢。嗯，真的全部都套牢。嗯，哦，你真的十二月买的全部都套牢。好，那你看我们八月份的被动元件国巨、嗯，国巨关键报告我上你，九月份的华通也有送给你啊。你看我每次关键报告送你股票。威刚也有啊、嗯哦、再来11月份的技嘉、嗯、有我关键报告一定有，而且不只是关键报告送给你，但刚当公开带你做600多块的隐威，我关键报告你去看11月、嗯、有送你哦，没你跟我说，你也没你的分拿来拿来跟我骂我跟你讲，我11月份的关键报告没有送你隐威，你拿来骂我、嗯、对不对？你直接贴在网路上嘛，说信教老师，我11月份有索取你的关键报告，里面没有隐威，怎么会你的跟别人不一样？对不？对不？我还会仔细看看你是不是拿错，对，挖错投顾老师的，拿到别的老师的管的那个什么？拿到诈骗集团的啦，用老师投下拿到别的投顾老师的一个关键报告的动作，我来看。嘿，100几块，我跟你讲隐威不？奇美都免讲啊，有没有送给你？对不对？哦，啊，玉琪 KY 我没送你，这坦白讲，这但是我节目中我告诉你，有啊，哦，节目中我带你做，有大鱼，对不对？嗯、哦，阿美在也有送，之前送给你，是，对，怡鼎这十二月份的关键报有、嗯，送你三天，好像几天就创新高的，对不对？这个你都很清楚知道，先得不用多讲，之前已经带每次都在50块附近跟你讲，好、嗯哦，我想过去几个月我们都持续在获利，好，那赢家跟输家我讲了，你要看到未来。眼前涨的时候越看越乐观，
跌的时候越看越悲观，那你要如何看到未来，对不对？你能够在去年初市场都很悲观，你知道去年一定会涨，而且去年的低点你看是不是在上半年，你看是去年低点就在上半年，是不是大概在五月份第一季财报那边，你自己去看我讲的对不对，哦，这是相对的低档，不敢说一定是最低点，是不是相对的低档，哦，那今年大家都乐观的时候，哦，今年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很乐观，哦哦，真的现在大家都对2024很乐观，哦，顶多跟你讲先蹲后跳，哦哦啊，跳到哪边到时候跳到哪边，这两年会不会送你一根黑，我都给你预告在前面，哦哦，来关键报告，那这份关键报告里面大选前后，哎，不是今天黑的时候拿出来讲，哦，字卡都没有改，哦，一字不改，哦，对不对，哦，大选前后何时需提防一波涨多的加大伟大，我要不是信假是我懒惰不改字卡，那是不用改，为什么都在事先的规划当中啊？啊，都行情经这个短线的回档修正，都在事先当中的规划中，所以不需要也没有任何的必要做修正啊。大选前后何时去提防一波涨多的回档？哦，这是第一个短线，农历年前后附近你要怎么做？现在到农历年前后这一个月你要怎么做？哦，你要高低点都看不到。哦，明年应该是今年的啦。哦，这边哦，收礼说这边要改的，明天自改要改，现在该离呀啦哈。那时候我懒惰没改，我被你抓到了。当今年联准会启动降息循环，如何趋吉避凶赚大钱？对，很重要。哦，当今年联准会启动降息循环，你要趋吉避凶赚大钱。2024的低档稳赚股，什么股票最近下来？嗯，你逢低去买，对，外购你赚多赚少，你红包钱都一定有。好，哦，我跟你讲，你要敢买。敢跌你就要敢买，你不要跌不敢买，涨上去再后悔，要么买太少，要么没有买。敢跌你要敢买，跌越深，跌越多，你要买的越开心。为什么？因为你要看到未来，还是回过又说句话，你要看到未来，要看到未来股票会涨，对不对？不是涨到涨了再后悔，每次都怎么低档没买或什么。每次低档买太少或没买，啊，你看到不是看到眼前的涨与跌而已，啊，老是在追高杀低，哦，来，这个敢跌要敢买，我这份关键报告送你的股票，你敢跌你要敢买哦，我认为你赚钱就有，不敢说百分之百，哦，对呀，你八九成会赚钱的机会，而且搞不好快的话哦，你敢跌下来哦，这两天你敢跌，你去买，我想快的话，你这礼拜那个什么。年菜钱啊，卖公便当钱啊，好，年菜，年菜钱可不可以？至少一整桌都有了，一桌菜就有的，是对，对，那干爹哈，那搞不好你这礼拜买下去哦，对，就这几天，你亲朋好友可以办一桌请他的，过年的年桌菜我帮你赚，帮你赚起来，先帮你赚起来，对，对对，先帮你赚年桌菜，好，年桌菜那个桌菜先帮你赚起来，我们再进一步年终奖金或是大红包嘛，对不？哦，一步一步来，耶，这礼拜有赶回你要敢买。嗯哦啊，快的话随时那个年终那个过年那个年菜桌菜你都有的啊，每在 ETF 主升段行情启动前的最后买点哦，主升段要来的时候你不要不敢买哦，哦，所以回过来美债你看之前急啦涨了18%，那时候有没有好多人问我还可以买吗？对啊，不然就是后悔买太少，不然是第一档没买这边想买啊，不然就第一档买太少，买一张两张干嘛好去啊，是啊，买一张两张三张干嘛好去啊，我就跟你讲，我都买几多少，我买70张给你看的，啊，那个对账单都贴给你看的啊，对不对？嗯，哦，我至少我也买70张200万给你看呐，啊，哦，那时候跟你讲哦，拉回可以买，大跌小跌想买，大跌什么更要用力买。我那时候拉了两个月，我说还在底部区，还有1994年到去年哦，到现在哦，30年到今年哦，2024哦，今年2024哦，嗯，过去30年在降息循环里，股市都会重挫一波，哦。啊，降越多，联准会降越多，股市跌越深哦。除非你要赌这次的意外哦，今年要降息哦。除非你认为联准会今年不会降息哦，啊，你继续2024年哦，上天哦，上天堂，到时候会不会2024或2025下地狱哦？哇哦，也许哦，也许是2025下地狱哦，哦，对不对？哦，这个我都讲，未来这两年联系会不会送你一根黑棒？嗯，对不对？那过去历史就告诉你呀。哦啊，你要赌例外，我是没意见。赌对恭喜你啊，赌错你就追高股票、满手股票套牢，早别去套牢啊。
哦，住套房，看一下这次套多深嘛，哦，重挫一波，会类似前年一样的重挫一波，哦，先给他讲在前面，所以你看涨现在下来的，不敢买了哈，没兴趣了哈，如何把握联准会降息前主升段行情的买点，你看压下来，我就慢慢再加嘛，哦，我现在变成一个70张，另外一只美债 ETF 锁定，累计到今天5张，哦，持续的有一个。哦 ，ETF 美债 ETF 之前你看到是70张，我另外再加码另外一档美债 ETF， 就蛮搞定。哦，我持续的在做，个人持续在做加码买进。那、啊、这主升段行情怎么掌握？哎，关键报告，这个时间点哦，好，你敢来哦，那你敢下来，我一定敢买给你看。好、哦，我一定再加码给你看。哦，这是主升段，在个股的部分 AI， 哦，高档，你看去年7月份买 AI 新闻龙中大奖，套5个月的。真的，我跟你讲哦，套半年你都不会解套，套到农历过年你还不晓得怎么办。人家在数赚年终奖金数红包，你结果你追在半年前追的哦，你都还不晓得怎么解套。那半年前追的，我跟你讲，你很多年还不晓得怎么解套。这个我之前讲过都很清楚。啊，你在追 AI， 我带你买正威，你看正威大涨，哦，买永威投控最后大涨，买宣德，宣德没有大起不？也许在低档买的，跟你讲完之后，它有打底，或许还有低，但是重点，安公看的股票看未来嘛，过程是其次嘛，对我们电器我没有看得起嘛，我管你管我中间过程怎么上上跌跌，你要怎么酸言酸语，我都没意见，本跌我有赚到钱就赚到钱不？其实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啊，我有赚到钱有没有赚到钱？那、啊、你管我赚多赚少，我有赚钱啊，对不对？你说啊，我如果曾经这之间我不买正威宣德，去买别的，搞不好赚更多啊！你有赚到，恭喜你啊！我这人就这样，你有赚到，恭喜你啊！啊，我就稳稳赚我该赚的钱，我赚我有把握的，听清楚哦！信杰老师做股票就赚我有把握的，我有8到9成把握的，熊博相当没压走。我跟你讲，你真的如果未来这边什么2024年，今年你什么不晓得要买什么股票，我还是供他背啊，你就美债 ETF 干背了，对对啊。真的，今年不会做股票，没在 ETF 先买的就对了。但是哦 ，ETF 里面哦，你看去年涨了什么几十%的那什么高股息 ETF 哦，你要记住，我都没有跟你推荐哦。哦，去年涨了几十%的高股息 ETF 都没有推荐哦。股票型的 ETF 哦，是在长线高档哦，哦，不是在低档哦。哦，这个哪一天崩的时候，我再叫你买。哦，你起码别追哦，你赚蝇头小利。你现在买股票型 ETF 哦。你可能就好像你在7月底在追 AI 的，我跟你讲，你买股票型 ETF， 你就好像7月底在追 AI 哦，好，信不信由你。好，那你看我们之前带你做过的一些股票，啊，包括你跟预期 KY 也是在节目中有跟你讲的，最后也是一趟哦，两趟哦，都上去了。秦美连续3个月关键报告送给你，你看上来，今天也是收小红创新高。其实今天它又稍微创新高的，但是。稍微创新高，先不硬突，等到多涨一点点，我们再拿出来讲。好，那包含你看嘉士达12月关键报告，我们送给你。上礼拜大涨哦，我还讲设停利不？你莫讲上礼拜之前没涨啊，老是哦带量长空快涨停，追下去，今天先住小套房。是哦，哇，顶礼拜五我跟你讲不？你上礼拜五追的，你这礼拜小心哦。你可能短套的几率是比较高、哦。你看我上礼拜我节目有没有跟你讲这句话？有。我停在嘉士达，我没跟你讲，你上礼拜我追嘉士达的人，你这礼拜先被短套的几率是比较高。有老师有讲，对不？哦，但是你要低档买。好，那积家这个刚刚你看讲过都不多讲了、哦，都上来了哈、哦。啊，现在积家上来的美孚牛排，对不对？也是在年线附近。我想年线买股票，你赚钱的几率很高。那今天的我说上来不要追，碰到季线会怎样？会压回。那压回还是在这边，可不可以找买点？我觉得这张股票你还是可以留意，这礼拜还是可以逢低留意，对不？好歹牛排给他吃一克的，真的，或者那个什么桌菜那个连菜赚一桌回家的，啊运气啊！因为老师信杰老师，我问到大家族诶，亲朋好友比较多，一般都爱摆10桌、3桌、5桌哦，安尼你都也许搞不好2、3桌你都做有机会赚得到的哈、哦。那伟创。那时候在高档叫你卖，现在下来的，今天这一根黑棒下来，一惊吼。对啊。上礼拜五起来，大家被丢外公，我们看礼拜五跟千万千万不要追，起码下来的。那、你看嘛，今天这个黑下来，
是刚好几乎来到这个月线附近。我们看大概在这个区间均线纠结的地方逢低买、嗯、你去看上礼拜节目我们跟你讲这句话，我们跟你讲均线纠结的地方逢低买，是啊，现在重点来了，你看季线一二这个是五日线十日线月线啊、哦，月线现在刚好扣最低，嗯，所以你就算这边跌破月线一定会再上来、嗯、听清楚哦，月线现在刚好扣最低，所以月线翻阳，好、哦，所以最近如果就算短线这几天不管有没有破月线，它一定会再弹上来，因为月线扣低，而且下面还有条年线在等你，敢拿年线闭着眼睛加码给你看，你试试看，你敢拿就买给你看，好、哦，来再来，我们说这个叫季线，你看季线是扣的黑棒，嗯，那你有没有从这个黑棒你才算今能杀几个？五天之后怎样？最低点呢、欸？五天之后是扣在GU这边的相对低档，所以这条现在下问的这条季线，上礼拜站上季线，很多人我们跟你讲，伟创站上季线棒棒，是我敢讲这条季线站上是没有用。嗯，所以为什么说你不要追，拉回均线纠结的地方买？但是你看哦，这个我今天为什么特别跟你讲，季线在五天扣低，代表这条季线会在这边准备走平翻阳。嗯，哦，准备走平翻阳，所以伟创如果要回这边买，有没有机会让你赚到年菜钱，甚至年终奖金有机会吗？好、嗯哦、啊，不敢买的，我带你买。好、哦，我不敢买的，我带你买。如果你过去这半年没有赚到钱的人，一定要索取这份关键报告。如果过去这半年你有跟着我脚步赚到钱的人，这个月今年更要小心，更要懂得趋吉避凶，再继续赚大钱。啊，这份关键报告你一定要索取，好不好？谢谢大家。好，这个赚关键的赚钱策略在关键报告里面，赶快索取哦。明天下午的2:40也请您持续锁定趋势百分百，我们再会了，拜拜。